大选倒数一个月，宇昌案成为蓝绿攻防的焦点。不过，在国民党持续追打九天之后，有民调显示对蓝营选情并没有加分。现在传出了国民党高层决定要调整攻防战略。上午，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吴敦义就直言不必在这个战场停留。不过，国民党中央强调没有下令停打宇昌案。宇昌案延烧进入第九天，原本国民党希望借此议题拉大马蔡选情差距，不过在金检会主委刘益儒公文时间错置道歉后，宇昌案对蓝营不但没有大大的加到分，反而冲击蓝营的中南部选情。我们也不必刻意打得过头，如果你硬要把这个案子说是弊案，那人家也会起反感了。南部因为宇昌案激发了绿营的危机感，更可能波及了中间选民观感。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的吴敦义上午就直言，宇昌案对于蓝营的得分不多，不必当选战的议题来打。一点点错，就常常可能是很大的这个锐气会遭到一点顿挫，那也变模糊的焦点了，不必去把它当作一个选战的议题来打。吴敦义的态度显示出马阵营有意在宇昌案踩刹车，更传出党中央前一天傍晚的浮选会议中定调宇昌案要停损，不过党中央出面回应没有下令停打宇昌案，会针对选情的进度做一些的讨论哦，那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哦，这没有所谓的停损的问题，就事情我们就问，就在问，一直不断的问，一直问到他能够出来而已。对宇昌案，马阵营不愿全面弃守战场，这等于坦诚战术失败，因此定调宇昌案战术调整，但是战略不变。虽然不再集中火力追打，但是将会以立委以及党团为主战场，要追究蔡英文的道德瑕疵问题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